大家早安，今天我们讲到《道之宗旨》第18句的经文，己达达忍。我们上次讲到范仲淹的故事，范仲淹是一个贤者，他真正的做到己利利人，己达达忍。从他的义田、义学就可以知道。他把整个心思啊都放在天下众生上，那尤其教化学子这样的一个课题啊，他特别的用心啊，所以他把他们家最好的风水地理拿来给这些学生读。那虽然不一定说他相信风水，但是呢，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宝地，就不应该自己享用，要拿出来给大家共同享用。所以呢，人家说啊，福地福人居啊。那范仲淹为什么会有这块地呢？他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莫名其妙。他的官邸就是设在那里，那他又想办学，所以他才知道这是一块福地。那可见呢，我们说啊，这个境随心转，一个人他的心的一个慈悲的能量，利人达人的这个能量啊，达到什么地步啊，老天就给他什么样的福报，多大的福报，这完全是靠自己真诚心的发露。范仲淹一心为人啊，没有自己，所以呢，他把他的风水宝地奉献给这个学校，奉献给这些百姓的学子，结果真的造成北宋年间呢，学子的风气是很盛的。那么北宋在整个大环境，这个人格的操守上啊，品德的要求上啊，那北宋也是很好的，比起其他的朝代，那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当时呢，文人特多，那因为文人特多，那所以呢，一些学术就会很发达。我们看到北宋五子，这些理学家啊，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。像这个苏东坡啊，像李清照啊，李清照可能还要晚一点。那这个这些大文学家，历史留名的这些人物啊，政治家，韩琦，这个还有包公，你看都是出现在这个人世这个时代。那所以说，这个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为整个天下众生而想，那么整个大环境就会改变。所以这些贤人，这些君子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造成北宋的风气也是这样子。所以想想，我们今天要求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，求一个没有天灾地变的生活，那么我们要向谁求呢？学学范仲淹的例子，那就是最好了。他曾经说啊，余常求古。